我将我手上的业务工作交给两个资深的业务，遭拒他们很大的一个反抗。在二四七的祷告当中，我将这件事情带到疫情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做实体上面业务的推广，转成线上的一个专业跟技能上面的一个训练，我将主责交给这两位资深的业务。很开心他们没有推却，我重新检视了我的领导。在祷告当中，神让我改变了我生命当中的骄傲跟自私，将这样子的荣耀归于爱我的天父。